卡牌对战一直是热门的游戏玩法之一，现在再加上即时操作的元素，让你有着全新体验的手机游戏 Heroish。在故事模式中，我们要操作一名英雄，打败迎面而来的敌人，并完成关卡目标。卡牌的作用是在一定的技能点数中选择适当的时机发动卡牌上的技能，透过各个关卡可以获得全新卡牌，组建不同的牌组，每张卡牌也有不同的效果和消耗，也能够利用金币替卡牌升级，增加技能威力。其中有些卡牌的效果是可以叫出枪兵或是魔法师等兵种支援，带着这些军队想出最好的点数运用方式吧。